中意啊！奉耶穌名，我相信耶穌愛緊你啊！我相信耶穌愛緊你啊！求你哋一份我哋離開。佢想祝福人啊嘛！哦，我哋要祝福人噶。你相信耶穌愛，耶穌愛我，耶穌會照顧我嘅。我令到你咁貧窮，耶穌點照顧你啊？你我俾你影響啦，耶穌一定照顧我嘅。耶穌係祝福嘅。你家姐咁想住啊？一佢一出聲，奉耶穌名裏面講笑嘅時候，佢出嚟裏面吹吹，奉耶穌名裏面講笑。教會，嚟吹佢出嚟啊！我是你嘅教會分別，講大唔多嘅你一家，佢又唔關心你同你奶奶，佢好似你爸爸咁樣，我害緊佢啊！所以佢唔翻到教會，跟住我哋咪。耶穌愛我嘅，你講啊！耶穌愛我嘅。耶穌愛我嘅，吹佢出嚟啊！吹佢出嚟，吹佢出嚟。佢唔愛你嘅。嗱，你拒絕佢嘅聲音。耶穌愛我嘅，嗱，你嘅心裏面相信我係蒙福嘅。耶穌愛我嘅。你唔蒙福嘅。嗱，你堅決拒絕佢。你嘅心裏奉耶穌名咧拒絕佢。耶穌愛我嘅。耶穌愛我嘅。耶穌愛我嘅。唔愛你嘅。耶穌愛我，你堅決唔好俾佢講嘢。耶穌愛我嘅，愛我嘅，我係啦，吹佢出嚟，吹嗰啲裏面講嘢先。佢一定要奉耶穌名嘅。咁多人識我啦。奉耶穌名，佢要離開。奉耶穌名要走，吹佢出嚟啊！奉耶穌名要走，一定會做嘢噶。奉耶穌名要走，吹吹佢出嚟。你知唔知我俾咗幾多錢佢啊？嗱，你唔好俾佢講嘢嚇。奉耶穌嘅名要走，嗱，你自己要拒絕佢啊！吹佢出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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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好拒絕佢，拒絕佢啦！耶穌愛我嘅，耶穌愛我。你走人收我錢嘅，耶穌俾好多美金佢啊！你講耶穌愛我嘅，你講啊！耶穌愛我嘅，你唔會知道佢係邊個啊？耶穌愛我，嗱你堅決。佢喺教會服侍咗好多年嘅，講曬我老婆都唔知點解佢自己咁憎啊佢啊！耶穌愛我，耶穌愛我。爱我，苏，爱我，苏，我姓苏嘅。耶稣爱我，你讲啊，耶稣爱我。我姓苏嘅。耶稣爱我嘅。佢唔会走嘅。耶稣爱我，你讲啊。我收喺你隔篱嗰个人好多钱噶。耶稣爱我。佢咪净系害你啊？你相信耶稣？佢会害你，身边好多人嘅。耶稣爱我嘅。嗰啲人系好无辜啊。放松人啦。佢哋唔会知道发生咩事噶。放松。我生你嘅，你唔好用。因為你個鬼腳婆。你唔好用可以講嘢啊！奉耶穌。我係信伊斯蘭教嘅。奉耶穌名啊！你唔好用可以講嘢。人耶穌愛我，天父愛我。我都要搞到你去邊？哦。都你個個人都驚啊！唔好同佢講嘢。耶穌愛我嘅，講啊！耶穌愛我。耶穌愛你啊！耶穌愛我，你要堅決唔好俾佢裏面講。我要令到你死。耶穌愛我，耶穌愛我。好似我咁。耶穌愛我。自殺！耶穌愛我，等你一家判到，吹佢出嚟啊！耶穌愛我，冇人信主，吹佢出嚟！耶穌愛我，我姓蘇嘅，天父愛我，佢住喺你口裏面好耐啦，奉耶穌名要走，我特登揀你啦，天父愛我，你一定唔知道嘅，佢唔會走嘅，吹佢出嚟，吹佢出嚟啊！佢走咗，吹佢出嚟，到伊斯雲，你聽我講，吹佢出嚟，我唔會俾佢走嘅。喂，你会知啊？奉耶稣名吹佢出嚟。所以佢唔会见你啊！奉耶稣名吹佢出嚟。我唔敢见你啊！个烟头系我塞俾你啊！叶牧师会唔会害你啊？吹佢出嚟！我唔会俾人救佢啊！你救咗佢。奉耶稣名。我搞唔搞佢？搞佢全家。哦。我害你。嗱，我知你而家喺边度噶。吹佢出嚟啊！我有好多人喺你。吹佢出嚟。我唔会俾我同你走啊！我唔会走啊！吹佢出嚟。嗱，你深信。佢全身麻痹啊！你一定要走。奉耶稣名。佢冇食你好耐啊！吹佢出嚟！你要送佢去醫院。放佢，吹佢出嚟啊！啲人以為佢精神分裂㗎。吹佢出嚟啊！吹佢出嚟。醫院裏邊好多人都知道，好多護士都收我錢嘅。哦。佢醫生都知道。吹佢出嚟啊！冇人會信佢㗎。你唔好。冇人會信佢我哋㗎。唔好俾佢講嘢。嗱，你嘅心諗住耶穌愛。啲人係信科學㗎。嗱，你聽我講。冇人會信耶穌嘅。耶穌愛我。上次佢喺醫院裏邊有個護士收我錢，想揸槍去擸佢嘅個護士。佢都係 cosplay 嘅 ，cosplay 好多人都知道嘅 ，cosplay 係浸信會最大嘅集團。奉耶穌基督嘅聖名，奉耶穌嘅名，奉
吩咐呢啲邪靈咧唔可以講説話，奉耶穌名我吩咐你，你唔可以講説話。係咁，耶穌問我，耶穌問我，耶穌問我，啊你自己講嘢，拒絕。奉耶穌名我吩咐啲邪靈唔想講嘢，吩咐邪靈唔準講嘢。我係沙鎮，去緊好多人㗎，佢細女有邪靈㗎。高抹你，奉耶穌名高抹你，所有裡面嘅邪靈咧，你唔可以再留喺啲聖靈裡面高抹你。你想同我喺屋企轉下？奉耶穌名，我特登唔俾佢轉。裡面嘅邪靈，佢學校好真，害緊大屋企。奉耶穌名，佢班主任好憎佢啦，成日用針刉佢啊！啲嘢知道。唔好諗翻呢個嘅嘢。特登唔俾佢。耶穌，特登你唔俾。耶穌愛我，奉耶穌。幫佢揾學校。奉耶穌嘅聖靈。等你揾唔到工。所有裡面嘅邪靈。等你媽就會。就同你死！奉耶穌名，裡面一齊唔準出聲。我爸唔會俾我走啦。奉耶穌名，裡面一齊唔準出聲。我爸使咗好多錢噶。同租會俾你一個新嘅開始。我哋而家全部嚟緊啦。奉耶穌名，耶穌。我哋好多人揸車噶，用雪仔，好似大雷咁啊！耶穌釋放。我有人住佢樓上噶。耶穌釋放我。我哋而家入咗佢間屋，擺咗好多嘢佢屋企。好似你屋企咁樣。耶穌釋放我，你講啦，唔要邪靈。你估你阿爸上咗天堂？奉耶穌名，我吩咐啲邪靈唔可以出聲。係，佢上屘真係上咗天堂，就因為你啦，同埋你教會嗰啲人啦。你知點解佢哋分裂啊？奉耶穌名，我令到佢哋分裂㗎。吩咐啲邪靈，個個叫嚟我教會。你呢班基督徒咁中意幫人。唔好出聲，奉耶穌嘅聖名。我哋特登叫你上，叫你上咗山頂。等你送唔到俾你阿公，阿Benny咁幫你啊！嗱，邊個係？我願救貧窮，梁生啊嘛，我會害佢女噶。我要出嚟，哈利路亞！多謝耶穌，放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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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緊一嚟放鬆，放鬆吹。奉耶穌名，奉耶穌嘅名，佢一定要走。耶穌愛緊我嘅，你相信耶穌愛緊我嘅，唔使驚嘅，唔使驚人，唔使驚鬼，唔使驚邪靈，吹出嚟，放鬆，吹吹吹，吹吹吹吹，放鬆，放鬆，吹啊吹，放鬆嚟啦，放鬆嚟啦，放鬆，放鬆，放鬆。放鬆嚟啦，放鬆嘅人，哦，冥王界仙嘅邪靈要離開，觀音嘅邪靈出嚟，觀音嘅邪靈離開佢，觀音嘅邪靈離開，唔可以留喺度。我唔走，佢睇我嘅。即刻奉耶穌名，呢個契約要斷絕。王界仙嘅邪靈出嚟，王界仙嘅邪靈吹佢出嚟，攞個垃圾桶，奉耶穌嘅聖名，王界仙嘅邪靈出嚟。王大师嘅邪灵出嚟，道教嘅邪灵出嚟，吹吹道教嘅邪灵出嚟，吹出嚟啊！放松，耶稣爱，我见到妈妈仲只独孤一只嘅，唔惊，我妈以前仲只独孤一只嘅，四面佛嘅邪灵出嚟，泰国佛嘅邪灵出嚟，泰国佛嘅邪灵出嚟，四面佛嘅邪灵出嚟，啊，吹佢出嚟啊！耶稣得胜，我系点噶？吹，我唔走。吹吹吹吹吹，走佢啦！奉耶穌名，嗰條鏈抌咗佢啦，抌咗佢。抌都冇用噶，佢抌都冇落架。你話嗱，你話耶穌得勝嘅，耶穌得勝，耶穌得勝，吹佢出嚟啊！唔準佢講嘢，耶穌名唔準佢講嘢。冇記念啊！唔準佢講嘢，吹佢。冇記念啊！吹佢出嚟，單單屬於耶穌嘅。四面佛嘅邪靈要走，吹佢出嚟，吹佢出嚟啊！哈利路亞！邊度我痛啊？我頭啊！邊度？奉耶穌嘅名，奉耶穌嘅名，啊！你放鬆嘅人，吹佢出嚟！哈利路亞！放鬆嘅，放鬆嘅，哈利路亞！耶穌，放鬆嘅，放鬆嘅。再接我啊！放鬆啦，放鬆，相信耶穌得勝，耶穌得勝。你想住耶穌是萬王之王、萬主之主？泰國佛的邪靈出嚟，放鬆嘅人吹佢出嚟。耶穌嘅叫。
佢以前大學嘅時候，佢同我中意嘅都要經過我啊。吹耶穌得勝嘅，佛祖嘅邪靈走。我已經印記咗喺你腦裏邊㗎。我哋墮佛嘅邪靈走。走啊！佛祖嘅邪靈走啊！釋迦牟尼嘅邪靈走啊！釋迦牟尼離開。佛教嘅邪靈出嚟，佛教嘅邪靈出嚟。哈利路亞！佢哋全部都冇權勢嘅。我唔走啊！要走。但係我家姐就同我教我阿威業㗎。我走，好似有嘢拎住我對眼嘅。耶穌嘅名，呢個眼嗰度嘅邪靈要出嚟。唔係差你咯，又差你咯，一。出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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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明叫他走啊！奉耶稣明，叫他走，叫他走，奉耶稣明叫他走。你有信心吗？放心，放松。星座的邪灵出嚟，星座的邪灵出嚟，哈利路亚！我唔走，你哋搵人，放松啦，放松啦，出嚟，放松，出嚟，出嚟，我走。哈利路亚，放心信啦，走，出佢出嚟。你冇地位嘅。奉耶稣明，出佢出嚟，奉耶稣明，出佢出嚟。耶穌得勝的，哈利路亞！嗱，你深信，你冇咩講嘢，你冇咩講嘢。星座嘅邪靈走，走。哈利路亞！星座嘅邪靈走。準嘅。放鬆，放鬆嘅。耶穌得勝嘅，耶穌得勝嘅，耶穌得勝嘅。我都話全家先得勝，三個。全家全家。耶穌得勝嘅。最差係佢嘅。耶穌得勝嘅，放鬆啦。耶穌得勝嘅，佢會仲死㗎。耶穌得勝嘅，耶穌得勝嘅。嗱，你唔好唔好俾佢講嘢，唔好俾佢講嘢，唔好俾佢講嘢。耶穌得勝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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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講啊，耶穌得勝，哈利路亞。首先，不先碟先嘅情出嚟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奉耶稣嘅名，奉耶稣嘅名，嗱你放松啦，放松啦，放松，佢一定要走，啊，哈利路亚，出佢出嚟，佢好惊噶，佢会嫁俾我噶，奉耶稣名，佢一定要走，相信，邪灵嚟噶，跟住佢好耐噶啦，奉耶稣名，赶佢走，赶佢走，嗱你同呢啲邪灵唔好有呢种咁样嘅分嫁嘅关系啊，奉耶稣名斩断呢啲。邪靈的分掛分嫁的關係，求耶穌你施恩憐憫，奉耶穌的聖名。我哋 ISIS 嘅。嗱，你走啊！你講我唔走啊！嗱，你心裏拒絕佢，奉耶穌名拒絕佢，奉耶穌名拒絕，拒絕呢啲所有嘅。我哋轉攻擊基督徒嘅。係啊，嗱，你開你耶穌奉耶穌嘅名啊！伊斯蘭教嘅邪靈要離開佢。唔知你唔識得一個叫羅群人啊？你边个声同我讲？你拒绝佢啦，拒绝佢，奉耶稣嘅圣名咧，阿群身上带嚟嘅邪要离开。系啊，佢话你识得一个叫阿群嘅人，佢身上都有呢个邪灵啊。系唔紧要，你唔使理佢，唔使理佢，我唔知你讲边个，因为不同嘅人都叫阿群。不过你个心里面就相信耶稣会帮你嘅。即係你唔使聽佢裏面嘅聲音嘅，相信耶穌會釋放你嘅，將佢拉起嘅，拉起佢。耶穌拉，唔係即係拉起。伊斯蘭教嘅邪靈走，奉耶穌嘅聖名。伊斯蘭教嘅邪靈走，奉耶穌名咧，藏傳佛教嘅邪靈咧都要離開。奉耶穌的名，這個蒙蔽的靈不可以再留在這裡，蒙蔽的靈要出來，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道教的邪靈要出來，燒衣子的邪靈要走，道士的邪靈要離開，道士的邪靈要出來，道士的邪靈要出來，所有在家曾經做過的符咒，任何燒過的，有些符咒或者燒過任何的這些道教的東西，那些邪靈都要離開，你奉耶穌名，那些恐怖片的影響，所有負面的影響都要離開，那些恐怖片見到那些
鬼怪啊呢啲咁樣嘅邪靈咧都要走啊！恐怖片嘅邪靈咧都要走。奉耶穌名啊，放鬆嚟啦，放鬆嚟啊！不如出嚟，耶穌釋放我。魔鬼用嘅呢個控訴嘅工具都要出嚟，奉耶穌嘅名，魔鬼嘅控訴要離開，魔鬼嘅控訴要離開，魔鬼嘅緊鎖離開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我要弄呢個嘢，放鬆，放鬆，放鬆。嘅殘廢都離開，所有內疚離開。耶穌會使用我嘅，唔會嘅。耶穌會使用我，喺宣告啊，宣告啊！耶穌會釋放我嘅，耶穌救我嘅。耶穌，我堅決要佢離開。嗱，你話你嘅心裏堅決你要離開，奉耶穌名，係耶穌要佢走。耶穌作事，我放心，將魔鬼全部踐踏。耶穌將佢完全踐踏，我唔需要驚佢。心裏唔好驚。变一开心，耶稣救我！眼上面有两只蝎子噶，仲未攞走噶。离开。贴住咗噶。你啊，耶稣叫佢留走，呢个蝎子要走。强蛮都攞唔到走啊！你相信？奉耶稣嘅名，你相信？奉耶稣嘅名，佢要出嚟。嗱，你相信？耶稣胜过嘅。哦，耶稣胜过嘅，耶稣胜过嘅。啊，嚟到。印第安人那裡的邪靈要離開這些回血招帶來的邪靈啊！哦，耶穌釋放他，龍要離開這個古蛇，這個龍要離開，魔鬼撒旦出來，魔鬼撒旦不可以留在裡面，奉耶穌的聖名，我是得勝的。哦，我是得勝的。出來，出來，這個古蛇，這個龍啊，出來，奉耶穌的名，古蛇，這個龍呢，出來，整個狡猾的邪靈呢，都要出來，欺騙的邪靈啊，懶惰的邪靈都要離開，奉耶穌的聖名，在家人裡面的，堅決，相信耶穌勝過的，耶穌勝過，耶穌勝過。但我仍然在一個好黑裡面的監獄裡面。Okay。但我其實聽到你說的話，O K， 唔緊要。就好似你頭講，不停喺路裏邊喺度呼求耶穌咯。嗯。咁頭先你咪撳咗呢度同我講，你認嘅耶穌嘅個蘇醒嘅。嗯。其實突然之間好亂嘅呢度。嗯，好亂啊！混亂。係啊，即係你咁摸我呢個位嘅時候。嗯哼。咁跟住，然之後。我開始在裏面就聽到我自己嗌到出嚟咯，但我唔係出咗聲嗰種嗌出嚟，我喺個監牢嗰度我自己係嗌到出聲，跟住然之後我就見到有兩個字出現咯，出咗鬼嘢，係一架火車行緊，出咗鬼嘢，出咗鬼，我唔知係點。OK， 唔緊要，嗱呢個可能或者你嘅生命出軌啊，或者係。亦都是魔鬼的控訴，但不要緊的，我們回到耶穌的時候就不是出軌的了。其中一個沙漠平原的地方，什麼都沒有的，但在一個監牢裡面，即是我現在在監牢裡面，但今次有些光，即是我見到有些窗，有些光頭，接著我見到有兩個好似中國武士的人，他是看守的這個監獄。我聽見，我見到有兩個僧侶。其實剛才我望你隻眼的時候呢，我已經出了兩個字呢，那些僧侶，即是好像拉曼那些。但剛才我的畫面，我見到再有兩個拉曼是跟他們一起，之後慢慢見到有兩個喇嘛進來跟這兩個士兵傾偈，跟住我又見到有兩個尼姑，尼姑是穿著灰色的尼姑，跟住他說，我聽到有人是騎著馬來，但那個好像應該是你來的。然後我只聽到他們說話，釋放了他們先，就是先至再入回去。我一見到呢，有些道士在打緊齋，道士打緊齋，OK，在那裡滴滴答答，然後在那裡燒，我聞得很
好勁先嘅。但係我係好似睇得到字，好迷迷諗諗。頭先你話你咪喺度唱歌喎。係。我好似慢慢冇聞得咁濃嘅，即係好似淨聞到咧，佢供住咗我係昏迷咗喺裏邊。嗯哼。係好好迷嗰種感覺，唔知點講。好似一丁迷煙咁。係啦，呢個蒙蔽嘅靈魂。佢話用咗咁多種方法，想攻擊你。係啦，應該係咁樣。就試下用第啲方法，係咪？係啦。OK。我唔知咩叫貓，咩叫蛇鬼。好、okay, 唔緊要，佢真係想用不同嘅方法去繼續攻擊你咁解啫。你今次有冇去過監牢裏面啊？因為我仲係喺監牢裏邊，我都係見到自己係暈低咗咁樣。OK， 好。出唔到聲，我其實真係聽到你講嘢，聽到你唱歌。OK。我都有個網嘅，即係俾人哋捉蝴蝶嗰啲，跟住又見到。捉捕呢兩個字，即係捕捉啊 ？OK， 唔係啊，牧師，我見到你哋咧，你帶住佢哋咧，好似每人攞住本聖紙咁樣，圍住我監牢出邊喺度唱緊歌，同埋祈緊禱啊！感謝耶穌，咁你可以出嚟嘅，深信可以出嚟嘅，唔使驚嘅，唔使驚嘅。可以出嚟嘅，哈利路亞！我哋有聖旨啊，神嘅聖旨就係咧，你一定不釋放嘅。惧怕嘅邪靈要離開，奉耶穌嘅名，惧怕嘅邪靈出嚟，惧怕嘅邪靈出嚟。頭先我見到個捉字啦，捉邊個捉啊？即係踢手邊個捉？捕捉嘅捉。跟住你就捉咗我隻手啦。跟住然之後，有條龍啊喺我隻腳度爛。嗯。跟住之後就冇咗。O、okay, K， 然之後我唔知點解見到好多印第安人。嗯哼。咁我諗翻起我屋企好多迴力鏢。好多咩啊？迴力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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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係。即係印第安人嗰啲迴力鏢。O、okay、K。見到我大姐有邪靈，我媽有蒙蔽嘅拍子，又好大嘅。你大姐係信呀？唔信啊？佢缺個字。但佢冇翻教會。我二家姐有一個好似佢咁高嘅觀音，係跟住佢。佢係咪信耶穌㗎？係。嗯。OK， 即係佢哋都要做釋放佢哋。有狡猾呢兩個字，我聽到乒乒乓乓好多。玻璃樽啊！嗯、即深啡色的玻璃樽呢、嗯、但裡面是什麼都沒有，但它裡面是不停地樣好像乒乒乓乓乒乒乓乓，但是好像出不到來，我不知道是代表什麼、嗯、OK， 跟著又是有沒有喝酒啊？我啊，你有沒有喝酒？你以前的丈夫有沒有喝酒？他有的。 OK， 但我爸很喜歡喝酒、嗯、其實 Stephen 不是很喜歡喝酒，但 Stephen 的爸爸真是一個酒鬼來的。還有個影像呢，就是文米我的邪靈要離開，文米的邪靈離開。我看到一粒粒色仔，我不知道做什麼。是不是賭博啊？寫著什麼字啊？我不知道，很多字，好亂啊，是折埋了。有沒有啊？可能咧，屋企而家入面有一張咧紅紙咧，寫住龍門頭上歷代祖先嗰張紙係折埋咗嘅，你老豆寫嘅。我唔使懼怕嘅，哈利路亞。驚到成點鐘，我望住你咧，好後期嘅時候咧，佢喺你好似控，又唔係喺你對眼度，即係好似係反我喺我裏邊，但我反射到，我係望到佢。在裏面望出來，但是我又見到他控埋了，我真的第一次見到他，原來他的臉是紫紫藍藍的。嗯哼，又跟著怎樣？後來又怎樣？走了，是不是？沒有啊，他控。現在呢？我還沒見到啊。
叫佢走啦，你有信心。佢就冇再咁樣控出嚟。有信心叫佢走啦，佢有信心，有信心，有信心，你唔好驚佢，唔好俾佢驚啊！唔好驚，耶穌明，耶穌得勝嘅，耶穌明，你自己有信心，耶穌得勝嘅，佢一定要走，耶穌得勝嘅，咁啊呢個就係信心，呢個就係信心啦，耶穌得勝嘅，一定走嘅。一定要走的，即是你不要心里不要怕，不用怕的，我有怕的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即是好像这样，万王之王已经打赢他，他是俘虏来的，他俘虏，但是他在面前在装空作势，根本你不用怕他的，那你看着他，你就要走的嘛， OK， 奉耶稣名，要离开，离开我，我是得胜的，耶稣是得胜的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而家点啊？你要讲俾我听个情况。耶稣咪要佢走，有信心，佢一定要走。佢有坐喺度。你要叫佢走啊！奉耶稣名，你唔容许佢喺度，唔容许呢啲邪灵，唔容许啲邪灵留喺度，唔容许啲邪灵留喺度带嚟嘅邪灵。咁我听见佢笑。即刻奉耶稣名，佢唔可以笑，唔可以。基兆奉耶稣名，耶稣是得胜的，他是耶稣你看着他，奉耶稣名，但我一直见不到阿婆的阿婆，我之前没有见到阿婆的，跟着阿婆怎样的，阿婆阿婆乱乱的头发，嚟到呢度咁樣嘅頭髮，係亂亂地嘅，係。我咪話俾你聽，我之前有個夢，係就去到一個好似教會嘅地方，嗯哼。但佢係似屋企嘅，佢又話俾我聽呢度係教會嚟嘅。啊哈！咁咧我就見到，啊哈！佢咧就問我問題嘅，但我唔記得佢已經問咩，問我咩問題。在夢中問你問題，是啊，那我問他，你問我很多東西做什麼，跟著他就我和你做醫治釋放，好像很慢很恐怖的那些，他和那個小孩是不笑的，我女兒就慢慢在嘻嘻，自己坐在那裡玩，但我就回望，我就看到有個男仔坐在我女兒旁邊，但那個男仔坐在我女兒旁邊這樣，我女兒慢慢跟他說話，他是不動不笑的咯，OK， 你心靈拒絕佢。咁頭先你同我講嘅時候，我哋又係唔知點解突然之間見翻呢個男仔，但我今次就冇再見到呢個阿婆咯。OK， 嗱，你心靈拒絕，深信神係得勝嘅，深信耶穌得勝嘅。笑咯，跟住你頭先你咪為我講呢度嘅，我覺得呢度咧砰砰咁樣咧，好似有嘢走，有嘢喺度走啊。跟住咧，我今日咧，我好少係後腦。頭痛的，我真的人生都沒什麼，沒什麼幾多次，但我今天很多時候都是後面的頭腦頭痛，但是牧師一為我宣告祈禱，我呢很快就已經是沒了個頭痛，即是很明顯是跟平時頭痛，因為我之前生兩年那段時間呢是經常頭痛，我知道頭痛是怎樣的嘛，但很明顯是呢個唔係真係頭痛嘅頭痛嚟嘅，係啊，咁樣咯。嗯，好舒服。從上年啦，我試過一次喺嗰個頸咧，有個牧師咧，又係為我按手禱告喎。我以為咧，係咪聖靈充滿之後啊，就會咁樣個頭咧係嗰條頸咧係俾人拉住咁，個頭咧係咁樣按頭，要係即係坐喺度咧喐唔到嘅。咁跟住後嚟對上一次就係俄羅斯嗰、那個嗰對牧師夫婦啦，跟住咧我又係第二次感受到同一樣嘢嘅，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再上一次啊牧師話我禱告之後咧，我就知道原來我頸呢樣嘢咧係邪靈嚟嘅，唔係正常嘅，係啊，正常嘅病。咁跟住然之後咧，到佢為我釋放咗之後咧，我以為我已經冇咗，但頭先咧我仲有好，真係好少咯。跟住你頭先你咪為我講呢度嘅，我覺得呢度咧砰砰咁樣咧，好似有嘢走，有嘢喺度走啊。跟住咧，我今日咧，我好少係後腦頭痛嘅喎，
我真係人生都冇咩㗎，冇咩幾多次嘅。但我今日好多時都係後面個頭腦頭痛，但牧師一為我宣告祈禱啦，我咧好快就已經係冇咗個頭痛，即係好明顯係同平時頭痛，因為我之前生兩年嗰段時間咧係成日頭痛，我知道頭痛係點㗎嘛，但好明顯係應該唔係真係頭痛嘅頭痛嚟嘅，係啊咁樣咯。覺得點啊？好興奮。好興奮啊！開頭係喺個頂嘅，好似有啲有個插咧，鐵插咁樣有啲吉落嚟個頭度咁樣，跟住慢慢就變咗係前壓，係好似有嘢壓落嚟咁樣，好痛啊！係啊。咁然後咧就就變咗剩翻少少係咪喺以前嗰度啫？而家冇曬啦，個頭痛冇曬，即係趕邪靈嘅時候個頭痛冇曬。一邪靈引起頭痛啦，咁另外隻眼咧就好似有嘢吉，係啊，呢隻眼有啲針吉咁樣。吉到點嘅程度啊？即係吉咗嚟，吉。但係而家又冇咗啦。冇咗。OK， 個人咧覺得點啊？個人有少我問佢呢個聖靈嗰個臨在。聖靈的能力有沒有覺得輕鬆一點？有啊。 OK， 感謝主。我們心裡覺得怎樣啊？因為耶穌的爸爸即是舒服了，剛才你在這裡說話叫那些魔鬼那些快點離開，我這裡呢即是個背脊那裡，是啊，本來沒有痛的，但是突然之間你拿到實很痛咯。那拿完一陣現在又放翻開咯。例如前我俾隔離屋嘅客親，咁就我開始聽到聲音，咁就係一啲人喺度講嘢嘅。咁講啲咩我唔記得啦。咁之後就大家都唔明白點解我聽聲音啦。咁之後我俾人送咗去急症室。咁醫生好快就話聽聲音就係由於，咁跟住就開始食藥啦。咁食藥嘅時候咧就會不停咁瞓覺，其實我知道自己做緊乜嘅，接唔到小朋友啦，自己都好似冇事嚟到，即係好似為自己咁樣。咁當我去大陸翻返嚟香港嘅時候啦，咁我就開始個感覺越驚。之前我屋企人都唔知，其實我有冇自殺，我都冇同過人買講。嗰種驚慌係好怯啊，怯到係我呼求神都好似控制唔到，但我知道嗰、呢個係自己物嘅，咁我就越嚟打通咗我醫生啦，可唔可以唔食？但其實佢同我講，當時佢開俾我只係試驗，同埋呢啲話係新藥嚟嘅，咁佢就話好啊，你好食啦。我呢日係要不停咁行，我坐唔到啊！之前我朋友試過陪我行咗十個鐘。係不停咁喺個公園度偷圈，會不自然地喺度捽面啊，唔敢抬起頭望人啊，即係完全唔係自己。但係好少翻教會啊，咁慢慢因為住咗日啦，咁真係瞓啦，咁之後就開始翻教會啦，咁翻後嚟經一個姊妹介紹去咗一間教會，咁就有個阿根廷牧師咧，佢為我祝福禱告，咁係我一生人嘅經歷過嗰種係灑雨喺我面上面，然後睇翻聖經嘅經文裏邊係講嗰個恩雨，嗰、那個感覺係好真實，好似真實嘅雨打喺我塊面同埋我身上面。持續咗超過一小時，就感謝。即係冇真係有水，唔係真係有水。係冇水，但我係睇到有水。
我之前是沒有現象，我不知道那些是叫現象。之後我就要逐步又回到那間教會，我又回到去自己的母女啦。但是都還是覺得很累。到年頭的時候啦，今年年頭，其實我不斷已經有人跟我說是來自不同的人，跟我說叫我禁食。其實我不知道什麼叫禁食，很坦白說，連聖經都未讀過一篇。我是信了主十幾年，但是因為有接過的基督徒，我開始慢慢去看聖經，跟住咧，我就因為集中唔到咁樣食藥咁之前，咁就播聖經，一度播一度睇，我可以睇足八小時嘅每一日。有屋企人係勁鬧我，覺得好似長迷咁樣，但係好奇妙咯。過咗幾個星期之後咧，有一日。有一個男的天使，我每日跪到祈禱，我翻嚟禱告的時候咧，見到一個大男天使，即係男性的天使。男性的天使，其實我不知道我睇到異象，個人都仲係，我就見到嗰個好似係沙灘定沙漠裏面，就係黑夜，每一次都係。呢個位度係祈禱，每方面都高，但係試過幾次咁樣啦，我見到呢個景象。咁有一次咧，就係佢帶我去天堂。我去到天堂係慢慢飄，我覺得自己好輕。佢就好快帶我去天堂。我去到個門口，見到嗰度好靚，嗰個門好大，係金色嘅。算很奇怪，因為我看到有個天使在門口，這個天使放進去，我見到很多人，見到很多我從來沒見過的東西，最後我見到，我不想說了，我見到很多人唱詩歌的時候，我見到細路，但是我見到耶穌是好光，我看不到他，光我看不到。後來我見到我一個親戚，我知道他生前是信主的，跟住我最後我見到我爸爸，他都是信主的，他都是信主的。跟住個天使就帶我走了，去往地獄，他叫我侮辱。有一個圓圈很大，我真的不敢用，看到它是一個很深淵的，很黑，很多人在喊，很多火，我不太看到，我只看到是無盡的那裡，很黑的，好像岩石那樣，一層一層，跟住之後我就沒有再見到天堂或地獄了，他以為我自己有一些不知道是什麼，是不是我發夢啊，做什麼啊。那我就發覺越來越多人跟我說叫我禁食啊，就連我看聖經靈修，神都不斷叫我禁食啊，神都叫我禁食40日啦，又叫我禁食3日，不吃不喝，但我真的做不到。跟住其實我斷斷續續有禁食嘅。跟住直到一個月前，亞洲田牧師又再出現。其實嗰個特會係好普通嘅特會嘅。跟住咧佢又係為我祝福禱告啦。其實呢一次係第3次，第2次係冇乜嘢嘅。跟住咧，呢個牧師為我祝福嘅時候咧，我好想走啊！我只腳同我講，我想走，我心好熱，我唔敢抬起頭望佢，我不斷咁樣騰後，我叫啲人向前向前，
但我自己不知道為什麼痛我自己那麼不走。但其實那幾天呢，我是不停地屙，不停地咬，其實我每天都很想去腳踏會，其實那一天是最後一天。不過我冒著那期咬啊，我下去看醫生打獅子咬針呢，我就不理自己是這樣咬在車上，因為我都去見他。跟他說祝福禱告的時候呢，我又張天我都尖叫，即是我這生人未試過是失控地尖叫，但那時候我已經其實是偷偷地半年沒吃藥，其實我已經回復回一個正常人，但我沒人知道我是沒吃藥的。我心裡一直都很掙扎，我不想說大話。我祈禱呢跟神說，我想跟所有人說我沒再吃藥的，但是因為懷信，其實我已經看過很多個醫生，他們只會覺得聲音是等於幻聽。跟著那個我在那裡喊，跟著之後呢，其實我成十幾年沒什麼講國語的，所以我講國語應該是啦啦啦的，但不知道為什麼用一口流利國語呢，是這樣罵我牧師的。我是不會罵的，即是那個是不是面的斜來講的，是的，還有我聲音有一點是比較高音一點，即是因為我很低音的嘛，是不喊的尖叫的，但我自己心裡面呢，其實我知道那個不是我自己，因為我是喊不到出來，裡面想說話但是喊不到出來，是的，我又是個畫面見到自己在個監牢裡面，即是邪靈講嘢，即係其中佢嘅情況咧，就係講邪靈嘅時候，佢自己講唔到嘢，係裡面嘅邪靈講説話。係，咁跟住咧，然之後嗰個邪靈人話：你我唔走啊，唔走咁樣。咁但係其實好想嗌，我嗌咗三聲都嗌唔出嚟喎。咁啊，佢好似搶住要講國語咁樣，又話唔走咁樣，就有尖叫咁樣。咁個牧師覺得我好唔對路咁樣，跟住就揾兩個姊妹就搭住我個頭，好輕力嘅就捉住我。咁跟住咧就按住我個頭咧，就撳住我個肚咧，就講佢出嚟啦咁樣。咁跟住咧，然之後咧，後來佢又捏咗，即係咁樣撳住我，捏咗嚟睇佢，好大聲就同我講，因為佢可能知道我聽唔到嘅，其實我話嗌唔出嚟個真人。跟住咧，佢就同我講，佢話你唔好合埋個口咁講，我要同你吹佢出嚟咁樣。咁跟住咧，然之後我就佢就幫我吹咗佢出嚟，跟住我就。落低咗，咁我都暈咗，完全係冇知覺嘅，好似昏迷咁樣，十幾分鐘咁樣瞓咗喺地下，跟住咧起身咧就覺得成個人鬆曬，但係好怯喎，好驚，因為我即係一生人從冇經歷過呢一個經歷，咁跟住我冇諗過我嚟到嘅丈夫又會彰顯，其實喺屋企已經係啦，我又出唔到門口。但我一朝早咧就已經咧就要諗住一定要揾人嚟咧捉我出到門口，因為我淨係瞓喺張牀度係喐唔到啊，咁樣啊，好似俾鬼抓咁樣啊。咁跟住咧，然之後又食唔到嘢，係嘔喎，咁只剩埋我咁樣。咁跟住然之後咧，後嚟嚟到聚會啦，佢又為我講費啦。咁之後咧，講到最會散完都未講完咁樣，咁去咗傳道人屋企，咁跟住佢就為我趕走咗一個邪靈咁樣。咁我嗰陣又係見到個異象，就見到有一扎天使，有啲天使圍住咁樣，個邪靈係肯走，我見到係好光，後嚟個邪靈。掙扎咗好耐，佢好似捉住我隻手咁樣，我感覺係麻痹，佢由我隻腳轉運行到我隻手，佢捉住我隻手之後放手，再捉住我，再放手咁樣。阿牧師又嚟佢屋企話我驅趕邪靈，又做醫治釋放咁樣。咁當中其實最深刻就係、是、我喺裏邊見到好多異象，同埋我再在那個釋放裡面見到我爸爸，我爸爸
因為我眼上面有貼紙，啲貼紙咧好似有啲膠咁樣張咗嘅啦。我見到爸爸咧著住白色拖，跟住攞啲嘢咁樣，佢幫我攞走咗張貼紙，然之後臨走同我講佢話：其實我係去過天堂，係真實嘅。咁我又諗下，原來係真嘅咁樣。貼紙啊，貼紙啊！貼紙，貼紙，係啊，喺你個眼嗰度，喺我眼，係。咁另外最深刻嘅就係同媽媽一齊做醫師房嘅時候啦，用消化劑。我見到有張紅紙，就有人用毛筆寫字嘅，跟住然之後就折埋咗。然之後當我講完呢個意象出嚟，其實我真係唔知嗰啲係咩嚟，咩字咁樣，做咩要折埋？然後我問我媽媽，即係即場問我媽媽知唔知係咩嚟？佢話俾我聽佢知。原來我屋企咧以前十幾年前係擺偶像，真係有一張咁嘅紅紙，而我爸爸上面用毛筆字寫住即係類似歷代祖先嗰啲咁樣嘅字啊，就係我哋拜祖先神位上面嘅一個牌嘅紙嚟。其實以前係箱喺上面。不過因為自我哋屋企拜信主耶穌啦，咁樣炒著之後咧，就 keep 住張紙，然後我媽媽就收起咗。我係根本唔知道有呢張紙喺我屋企嘅咗。即係話呢張紙咧寫嘅係祖先啦，咁其實祖先我哋可以紀念，但係拜嘅時候就會帶嚟問題啦，即係拜祖先嘅問題，因為祖先係可以紀念，紀念佢哋在我哋老嘅地方。同埋我感恩牧師喺嗰個釋放過程裏面咧，幫到我好多啦。因為要感謝主，即係讓我原來我真係可以睇到好多異象。又讓因為我睇到異象，又讓牧師即係好容易可以好快幫我做完呢個醫治釋放。即雖然佢咁長，佢未做翻一個咁艱巨嘅知識課，都好多謝牧師同埋各位弟兄姊妹嘅幫助。而嗰個過程咧，最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多次咧喺裏面咧，就係嗰啲邪靈講説話呢個第一。第二咧，就係好多時咧喺釋放嘅時候咧，就好似進入昏迷狀態。咁你就話嗰陣時你就好似～你講一講嗰時嘅感受。其實呢段時間咧，聽翻再前啲，我去見過阿聽田牧師前啲嘅時間咧，其實我係喺某一間教會做緊侍奉服侍嘅。咁我喺個服侍裏邊咧，都睇到有幾次我自己喺個監牢裏邊有個女人喺度鎖住，同埋有鐵鏈係鎖住。我不知道那個原來是我自己的。後來在牧師幫我醫治釋放的時候，我很看得清楚原來那個是我自己的。當你在那個監牢裡面的時候，你形容那種感受？很黑，真的很孤單，我看到已經好像沒有力了，即係不時好似昏迷咁樣，我見啲人入前有啲鐵鏈係有啲光咁鎖埋我隻腳，好咩監牢咯？唔知點解咁多鎖鏈咁樣係啊？咁咧係即係話咧，嗰個喺佢裏面啲邪靈都係鎖住啊，亦都係蒙蔽。好多時咧，你就黑埋眼咧，就聽到佢講嘢。係。但係咧又不自主。但講不到嘢，但有時就裡面嘅邪靈講説話，有時自己就完全好似昏迷就講不到嘢嘅，但係聽到我哋講説話，即係睇到嗰個邪靈嘅真實性。咁呢啲所有嘅來源咧，你簡單講講點解有咁多邪靈？你簡單講講。可能因為家族裏邊好多人都係拜偶像啦，同埋有家族嘅咒詛啦。再加上
原來我嫲嫲喺我好細個嘅時候咧，就幫我剃咗半足音嘅，咁樣我都唔知咁樣。同埋你就有一次玩手先之後咧，點樣做法咧？即係話咧，你玩完之後，有人就同你叫佢同嗰個情族冥婚啊，就搞到咧就嗰啲情跟住佢，即係個非常之嚴重嘅後果啊！其實佢拜好多樣嘢嘅，我哋講過好多情咧，好多都有反應嘅。咁呢個就係嗰個情況。你講講 ，OK， 講完情之後，你個感受點樣啊？其實嗰啲未必係我拜誒，好似我舉個例子，即係好似我做過針灸，我做過拔罐，原來做過呢啲嘅時候咧，可能係嚟自唔同嘅氣嗰啲為我服侍嘅人啦，嗰啲師傅啊，可能帶咗喺我身上，即係嗰啲師傅有拜偶像嗰啲。偶像就可能是我家族裏面拜的，即可能我都不知道，因為其實我做醫治情況的時候，即我問過媽媽，即我家族裏面都有拜過啲乜嘢，其實我冇咩拜過啲乜嘢嘅，係。咁但係咧，就做完曬之後，你講一講你嗰個感受。個感受覺得好輕鬆啦，同埋好坦白講，確定自己聽到個聲音，其實我諗都有啲係嚟自罪嘅，同埋我肯定係邪靈，因為其實牧師為我趕走咗之後咧，其實我聽唔到，再聽唔到。即係嗰啲裡面嘅聲音係邪靈嘅聲音，但係當釋放完之後咧，就點啊？聽唔到。聽唔到啦，即係話呢啲係邪靈聲音，並唔係幻聽啊，並唔係思覺失調。係。所以就不是思覺失調，而是呢幻聽，即是不是幻聽，而是呢是邪靈在裡面呢，而邪靈即是我所說的，就是我這麼多次釋放邪靈，他這個呢是比較強烈的，就是他只能控制他，控制他講說話，控制他意志，控制他即是想說話說不到，在好像個監獄裡面你都會昏迷，但是一步一步呢，咁我用嘅方法就係話俾佢聽咧，就係相信神嘅愛，輕省，相信神係得勝嘅，相信神愛佢嘅，咁然後咧輕省地將佢吹出嚟，咁咧就因為耶穌得勝嘅，咁我就話趕邪靈唔需要咁辛苦嘅，咁每一次做嗰時咧就係相信神嘅愛啦，神愛緊我嘅，然後咧輕鬆地將佢吹出嚟，咁樣就佢就越嚟越鬆啦，咁越嚟越咧嗰啲反應就越嚟越弱啦，咁呢個就係、是。其實每一次做的時候，每一樣東西是很簡短的，很短的，即是譬如說觀音的邪靈是很短的，跟著下一樣的邪靈，它也有很多那些咒詛那些落降頭那些邪靈，它都很多反應的，但是說完之後它又鬆了，下一次再說的時候那個反應就弱很多的，即是看得到是真的那個邪靈的影響在它來說比較強，因為有些人可能只是影響，但他來說我是覺得邪靈在他裡面將他捆綁住他的知覺他的意志的。媽咪想出來說一聲，我呢很多謝主耶穌呢使用阿葉牧師呢來到醫治我的女兒，她之前呢真的很不妥的，這樣呢她藉著阿葉牧師來醫治她呢，佢而家好好啊，即係好似以前一樣，